小便了，他们小便了。便的时候，我们好几个人嘛，就是这样观察长便后，他们想说，听到地下有那些水声嘛，小便了，他们小便了，后面他小便就带大便下来嘛，后面队员就讲说，身上有了，掉身上了，就把我搞开，很臭了。按照我们平时这样看呢，第一个就是毛栗子、野栗子，还有黄桐，还有那个布扎叶。 还有那个香葡萄，它比较是比较甜的嘞，那果它就爱吃。